發覺原來即係北方人，因為凍啊，北方人最豬油多啲。其實林康正咧，你哋唔好睇個 fit 喎，佢個撚樣係食肥豬肉嘅，中意係啊，食雞尾啊，係啊，嗰啲口味係嗰啲即係我哋細個嗰啲老嘢。因為點解我哋細個啲老嘢會食嗰啲咧？佢哋唔夠油，細個啊，基本上其實係冇乜豬肉食。